得是直接开开。bug。那肯定是巴勃罗的 bug 要设定了，攻击怎么会那么快？他哪有 bug？ 他没有。哇，鬼头刀！哦，我去一下厕所。哦。不好意思，人打魔物猎人又不习惯了。杂货店。啊？我好久没有打魔物了，自从华兹开始之后就没有再打了。花字，你说这个？对啊。啊？拉肚子。可是这不是才上上礼拜才开始有的。你知道这游戏已经仿佛让我玩了一年之久了，三代的感觉啊。你也是很夸张哎。哦，又送我徽章了，真好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哦，没事。好了，走吧，打工。房，谁开？大师开。网络好的人开吧。哇，那要抽什么呀？这不是网络好不好的问题，老任网络不好没办法。啊。八比零四打。嗯。啊，火开好了。开好了，那我光去挂个炉火。嗯，啊，抽转蛋。怎么能卡？我也没第一台啊。很好，超游行的奶奶，好。好喜欢你。
啊，打工没有经验，我还吃经验干嘛？天啊！九口，你赶快去吃饭啊！就打到九点吧，九点里面要去忙，他晚上有团，然后刚好可以去玩鬼屋。有的爱像大雨滂沱。暂停。大家可以看看我的新衣服。嗯，粉色的吗？当然不是啊，等下看了就知道了。黑的，还是绿的？黑色的，深蓝啊，一百个银色换的。啊，好好哦，好有钱哦，都可以赢，都可以打横杠，好好哦。有人都喜欢自己去打死掉，还说哎救我，这样。按东西，啊，不会讲话哦。嗯，我有按的耶。啊，讲一下，都通话了。我按了耶。哎，奇怪，我有拉，我有拉。啊，蜘蛛我有拉，我死了。别这样讲，有人跟某人玩，共分的都可以玩到死人。不要这样说，他就在这种难度的。他会说：“嗯，送分吗？”我知道了。嗯，好的，我懂了。漂亮。借给我15分，送分服务。哎、欸，中分，中分 ，excuse me， 我太凶了。很棒，这个晃今天第三次，什么游戏第三次？
现在我自己滑都滑下去了，我忘了第三次了，今天。那就自己，今天，你在害人家是不是？没有啦，好不好？嗯。但我掉了一个，我从答案掉到手链了。不要害人了，拜托。杀心不要那么重，还是有赢的吧。哎，因为我没想到今天打不更新，我想说我们两天呢、啊，我们昨天有打，我们前天有打，前天跟披萨打，你是都忘记了？时间过太快了，对吧？你就说跟披萨他们玩，时间过比较快吧，对不对？跟你玩的过时间过很慢，我操！过很慢，对不对？那就代表说你很痛苦啊。没有啊。我跟玩时间过很慢啊。快乐时间才是快的啊。或者叫快乐。说你快乐时间比较慢吗？不好意思，林喵，我很抱歉，你要说哎、欸，开大啦，各位，要神大。他怎么脏了？都死了。看到了。以后都会在退取开吗？没有啦，这几次，因为我要开七天才能申请盟友，盟友过了我们才能玩邪教羊。哎，可以玩啦，只是会没互动感。有那个恨是夏西吗？我明天应该会双开啦，开光遇，两边开。下个月开始，没有啊，已经开始。不然夏西都辛辛苦苦，哎、欸，夏西你要进群？如果想进群的话，你可以资讯哎。因为那天不是主动自己加入吗？还有什么泡澡桶、白玉、猎枪，枪都不错啊。有盟友才入，没有有盟友才会有那个像那个啊忠诚点数，然后你用忠诚点数可以更快提早的让其他人入教。哇，宰玉好稳哦！啊，宰玉很实用。那你怎么不用？不喜欢他。哎，当场哎，番茄的 main 图。没有。开不开？正在开。有了。喂。哎、欸。多少啊？五，四个五啊。是啊，反正不想玩要说啊，没有在冥想的、欸。我想跟你玩、啊。没有哎、欸。有，我有啊。我没有、啊。是吧、啊欸？我没有哎、欸，不好意思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好难过。
欸，我们家泡芙跑来玩了，光宇。哦，我有看到，今天西明背着他。你不是还不是说带去暴风眼剪金人？是哦，是哦，你还带幺幺欸，哇，长大了，长大了，长大了。我把幺幺丢在暴风圈，我就回来了。今天我加基准地，我感觉我可能现在叫他是不太自然。叫什么准地？蓝基准地啊。叫谁？幺幺。哦。他说他想学啊。等下来面啊，他有吧？我觉得。他有，但第一个也是先换的。啊，肯定要先换的吧？不好意思，你可以换矮面以外的东西。尊重一下矮面好吗？我第一个也是换不在那。哇塞！不好意思，臭鱼。欸，不好意思，欸，怎么死是另外一只？打工苦手命就不跟台了，没事没事。早安，都长大了，看到可以养老了。我不就在养老了吗？我的蜡烛应该可以让我养老一段时间。少来，你根本不会养老吧？就不要让我看到你在跑图。啊！欸，不好意思，他屁股。要打他啦，让他自己动。哇，那也打不了。哎，有新的车，那个车。哎，炮！哦，算了，我用丢的好了。啊，不好意思，很痛。救我！你怎么要死啊？跟雨头盔雨镜，来，救我，来！哎，不好意思，你可以。地板有治愈哦。不是，你可以。好好活着吧。我也想。哦，我命换了两只鱼，不错了。你好好帮人家打小鱼啦，大哥，可以吗？求你了，来了，你不要再乱跑了，你不要乱跑了。
为什么要打小圆？就怪他取错名字了。我怪他取错名字。你们有没有很棒？很棒，很棒。进步很多了吧？有，很逗到了。我的求生本能让我进步了。我今天跟风堂稍微跑一下。没有啊，又没结果，就说就想说看医生前去跑个城那个圣岛，那就遇到他。我说你跑了吗？我说还没，本来想把大家跑的，我想说不对，我要换衣服出门。我说还是你跑。我要换衣服出门，那他就跑了。让他跑啊。然后我说啊，你还要跑哪里吗？然后我就想要挂着，结果他在上课。对，早上11点他应该都在上课。哇，你好懂。可是我真的介入到你们要说就说没有了不好意思要说没有，跟这没关系啊。没关系，可以变成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但是我没兴趣啊。哎呀，那我会怕这样会对女生没兴趣。我不是对女生。不好意思，番茄。可以了。不是啊，我被打了啦。你在哪？你在哪？等一下。对，不知道怎么死的。要偷袭了是不是？暗阴凌雪啊，取错名字很痛苦，对吧？说我拉了，拉半天，在那边爬墙。我这四个阶段，
哎呀，你就是因为四个键都按才拉不到，哎呦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个飞碟。我来了。我过去打。加了两颗矿就好了。来，再救了，这边很多。我可以大声讲话吗？我解冻了最近。你可以大声讲话的呀。哦，婊子，你睡醒啦之类的吗？好想戴耳机，白痴啊！嗯，我说没有啦，我们这边有个队友睡着了。我的天空有点红。那颗是什么？又来了吗？又是同一个模式吗？太烂了吧！哇，送分的哎！你不要再讲送分，刚刚已经有人死过了，有人。就是有人会来增加难度的，好不好？谁啊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。应该是路人吧。嗯，也是啦。不好意思，我们好像有两个路人、欸。这意思吗？然后我们队伍有五个人。没有啊，你不是路人吗？哦、我误会了。不能把话说破。快打、啊、番茄！快打、啊！你在凶我？我没有凶你。会啊，不然你以为？但是也不要贪心送啦，贪心送的话就会死啊，懂吗？就是你。我还有一个耶，我要送。加分。一只小熊安安。最近太热了，早上蛮想开台，可是太热了。但96颗，就一颗赚一分。你看活着不是很好吗？活着很美丽啊。对啊。第13次哎、欸。对啊，好奇怪啊。这路人有点料。啊、哦，我知道，这路人很有料。嗯。有没有称号是大或巨之类的啊？大吉，大大吉。你说吉祥的吉吗？对啊。龙卷风。啊，完了，增加难度的来了。大大吉，可是这样跟奶奶不搭哎、欸。还是觉得低出墨子真的比较好。他是大吉吉呀。那个难抽哎、欸。你说大吉哦、喔。他的几率。对啊，不好意思，那个北斋，清一下挂啊。好了，就清了，就清了，你捡就捡。对他看不下去了，中分都可以输，都可以掉到水里面去。滑了一下嘛，脚不太好啊，都是我们摸的正常嘛。
欸，不好意思，你不要再打弹回来好不好，大哥？大哥，够了，请来前线帮忙清，你还在那边打箱子，大哥。送分不是这样送的，大哥。好啦好啦，我在跟你讲认真，你不要。好啦好啦好啦，我以为我没有。你看，我们一开始可以拿到28、29颗的，你看变22颗。我想说奇怪啊，你怎么还在送？回头看一下，你怎么跑去打箱子了？不要跑，跟我说一样，抱歉。庞然大物的称号，真的、啊，庞然大物的奶奶吗？你为什么要贪心？刚刚不是才跟你讲说不要贪心？我以为两个蝙蝠，好吗？两个蝙蝠。哎、欸，他没死。有人在里头啊！哎、欸，不行！拍大了，我拍大了。来，不要动啦！我大开完了，反正也够了。龙在我面前死掉。我回头要扔嘛，没办法，你刚刚不是死。你有没有出来一点？就鱼卡着我，我很为难。左右为难。哦，是右边哦，没有啊，奶奶是在右边啊。都在这边。这个好疯哦！你有番茄哦？是啊，我那个队友。有个人先回去捡哦。好，我收到了。哎、欸，我一个人可能不够哦。帮你啊，帮你，可能。啊，等下会死两个，你有感受到吗？有，我有感受到。一个了。你要真的到鱼下面，你哦，救我他。你快下来吧，你快来帮忙，快请回来帮忙。倒二楼，倒三楼。在哪里？我看到一个在这兒。剩下这边还有一個。啊，差一个，快点，家里附近都有。活着，活着，活着。
珠翠的奶奶我有啊，珠翠的我用过了，我觉得还好，力出墨汁的比较强。啊，滴出墨汁的比较油，然后奶奶是脆的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有要死了哦，涨潮了哦，有要奔死了哦。没有，我没有下去了。哇，这边会不会三杀咧？牛怎么开大的？没有，这边有点多子。可是你开我脚下哎。对，你我想要信，但不定我这边也信得到啊。那天想剪那个鱼爬上来的画面，我忘记是哪一段，真的很胖的那只鱼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刚才我知道啊，你几分几秒？我不知道，我也忘了。对啊，啊，金龟鱼，是对面吧？是，这里。给他吊高，放下。让我这里插一管。这里。不打了，不打了，不打了。阿瑟，没中。啊！膀胱无力。伊利安安。膀胱无力。不懂。好。
好哦，你跟我来讲。好吗？逃生哦，好。先拉回好，先拉回挡，挡不够。难道我背包啊？要背去打掉那个塔？冲我下面，我在你下面，掉下去了。我还没吃到。哎，炸弹！哎呦，送一送。自己就拉，我一直拉送那么多颗。我知道。哦我其实打每次打这个我都不敢走太前面呢。被伤害的太深了。哎，我至少有进步吧，有吧？不是啊，我知道一定有进步的啊，明不明显的问题啊。是哦，你下次就沟通好不好？我发现你常常是落单死的啊！你是看到感觉可以应付的那种鱼，你就会自己去打，啊，打到死掉。没吧？赖啦！你常死的，身边都没人，好不好？你骗我了，你说谎。那没有没有，看你给我开台。不要。我晚点去补你记录档。我还你个清白吗？对不对？每次都说繁星误会番茄了，番茄名就没这个，对不对？我没这样讲过。你的观众还有吗？番茄名就有拉，对啊，香葱有拉，维斯都有拉啊？怎么？我们一直误会番茄，他怎么都按了？哎，在墙上走，飞檐走壁的拉，想摔一波，对不对？还走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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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走？臭！让他跳下去。啊，反正会复活。他故意的、啊，他想讨拍。我反正繁星会救我。啊，你会救我。安妮，救我！哎、欸，他下去了。我没炸到，好烂！解爆了！
哦，我听就好了。好的。好像死了，不好意思，我看不到我。是谁？好像是人，还是不是我？哭了。啊，完蛋了！好，是我。你又怎么了？我被压死了。等一下啊，我有点难保。是好，谢谢我。我看得到哦，我看得到你怎么死的哦。被炸弹炸死。很荣幸，对不对？啊！不要！我来救你了。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你走开。克洛伊安安，姐姐，乖。他这个凿桶可不可以打到里面呢、啊？不行，能爆破伤害对不对？只有洞孔才可以。你是说坡？昨天的。对。哦，抽抽抽抽！两台车，两台车，两台车。我来了，林喵。在你后面哦，谢谢。我靠！来了。膨胀。所以以前没翻译，你们就直接是自己命名叫鱼丝啦，这样子。啊，以前没有这个、啊。以前没有这个、哦。不会急啊，以前就是单纯的打工模式。哦。不行啦，主要是来电间的啦。黑球鱼。哇，这来铁球鱼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铁球鱼加电尖。
五颗铜贝壳。大吉我好像有欸，太好了，嘿嘿，这容易滑下来。
他没碰我枪。你可以。不是你。我有说了吧？我知道，救不到你，可以吗？我马头，我看得一清二楚哦。有。四颗。好难赢啊！你刚刚跟鱼重叠了，射不到你了。你太胖了。你太小了。很大哦，还好吧？不是，刚刚是那个啦，摩托车的那一只啊。哦，是摩托车，不是小鱼站住我的位置哦。什么小鱼啊？你说小鱼太大是不是？我没有，我说那个小鱼有在看台、欸。小鲑鱼，小鲑鱼。要死了，路人！路人，不要再射了，路人！天哪！我们先把车打掉吧。东东，等他回来，帮你打不过。站在你后面。哦，这是太差了。哈哈，救不到。哦。两个锅盖。他
皮球左边，面向我的左边。站不太够，现在整个都拉回来一点。这边有五颗，我这边有五颗，一站五个。你是又一个人？没有，我刚刚有一个在我旁边，他在放屁。算了算了算了，图七图七打完了，我那也打完了。不过刚刚路人撑好久，他怎么撑的、啊？会不会避中成那样子？他怎么办到的、啊？退出喽。你有想法吗？林喵，哈，你十二可以打完了，对吧？我就没打、啊。哎、欸，完，会，不太好接。哦，那个深蓝色字体我真的看不太到，不好意思。披萨吗，安安？因为背景是黑的，所以你们那些深蓝色的看不太到。冰恋安安 ，Hello， 好诶、欸、好诶、欸，不要，这样怎么可能？这时间你可以出来？你们家的不是隔壁的冰恋吗？对啊，那英文 ID 也像吧？啊，可以打个两场、三场，一般吗？不然你要打什么？我现在只下一般。不好意思、欸，你要带我们打是不是？打积分是不是？我要赢哦。不可能。那你还问说要打什么？好像我还是搞不懂积分一些模式要怎么打。他可以教你啊，上次已经有教过版型。对，我那时候是在玩狙击，边玩狙击边练。你觉得怎么样？好玩吗？好打吗？怎样？没有，就我们两个啊，我在对面，他在对面啊。哦。我在 A， 他在 B， 我们两个就。自定房来互打，对啊。我开喽。那他意思是什么啊？快进来输哦！我开喽。来一起输喽。全部都打架了，我最近都在打工。没事啦，最近跟他玩真的没有什么在意。有啦有啦有啦，上次是我们是有人的腿是四，刚好四条，好吗？我们有两个四脚兽的队友，弥补了我们两个没有脚的。
下来泡泡头，下来。三减一吗？对，目前是。你要玩吗？玩到九点，只能再一场而已。秘密来啊！只能再一场。要赢哦！要赢哦！对啊，现在输也可以啊，手胜拿到了。是手手。你喵有了吗？啊，我都看最初了哎、欸。白痴哦、喔。是哦、喔，那就算了。没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也差不多。林喵是不是想跟我们玩？是怕输？没有啊，他不怕输好不好？他怕啦。好啦，那等一下我们就要去玩抓鬼。啊，谢谢林喵。好啊，祝你打工顺利。下次再来被他累之类的，他想讲这种话。好，这可以。那再见啦。嗯，好。连哦，有啊，我伤害这点。
哎、欸，哟，刚好九点。教主还满意吗？我觉得我打得不错。看一下，看你三级啊。啊，肯定满意的吧？明明那么强，不跟乔乔他们玩吗？玩什么？王国之战吗？还是歼灭战？玩什么？还是他们今天全部都玩七弹？不可能，不然退出啊！你还玩哦？没有，我想说看，明明你还好啊。我七杀、欸，我最多杀耶。你十几杀？三图最多啊。玩游戏。没有啊，他们就玩麦块啊。对吧？对，忘记挂啊！好，拿一小时点数，玩游戏喽！哇，鬼啊！我们要跳回拖嘛？对啊，不然呢？哦，不然呢？不然呢？先进去哦！不好，拉我。为什么字这么？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要不要拉他？是做什么？哎、欸，这房间锁起来了。啊？没，我在进去里面晃。哦，他在玩里面。里面有那个叠叠乐哎。对啊。酷哦。我要怎么样才可以把那个字弄得看起来比较清楚啊？都要清楚，黑体就是我觉得，对啊，你不要调太亮啊，看起来很模糊哎、欸。嗯，是太亮的关系吗？我不知道，因为我有时候看其他的台就是字好模糊，然后不然就是太亮，像哈基就把那个调超级亮，然后看那个告示栏还是什么 EF 那些，我就哦好亮，眼睛要瞎了。我现在就是把它，哎呀，怎么变这样啊？哦，酷哎！改版好久没看过了。我也是。啊，请问你们房间多少？清我觉得蛮清楚的，你看我台啊。啊，你离开了那边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觉得每日挑战的字不清楚。没事啊，没差啦。对啊，你会不会觉得糊糊的？有，我现在要改回英文。算了，不要，不要。不会玩了，来吧，请开。开房都是番茄的工作、啊。对啊，我在等他开。那两个伺服器啊，有差吗？你说连线问题是不是？刚 NA 啊 ，Sorry， 然后怎么开啊？我创建房间，创建房间，有没有很怀念这两个声音？对，然后我不小心把冷藏的蛋糕拿去冷冻，前天在吃雪糕，天哪、啊，入口即化的蛋糕，跟着要用咬的。我今天吃了蚵仔跟大闸蟹，跟寿司。你不是不能吃？嗯、你不是说你不吃海鲜？我吃啊。嗯？嗯？粘贴贴不进去。我来了。二零贴。你贴？哎、欸，你用哪一个啊 ？NA 啊。NA， 等一下。NA。哦，那个。刚开始是 NA 啊。伺服器左上角。哦，好雾哦！它字条好亮哦，我突然间觉得以前的机门比较好看。我要把你静音。我也要把你静音。好，小鱼静音。
什么我不能加入啊？什么鬼？没有你、哦，他有点卡，你怎么粘贴粘贴他会卡？其实已经加入了。哦哦，真的耶！哎呀，我怎么？那我要怎么去别的地方逛街啊、哦？可以了。半夜之息。哇！哎、欸，你看我在踢球，哪里哪里哪里？桌上这荧光棒有不同颜色了。对啊，而且黄色。为什么我不能加入那个、欸、添加那个东西？没有啊，不是只有、啊、没有。你手上是什么颜色？哎、欸，哦，你拿了两只，你拿了两。哦，等一下我。哎、欸，他把我的按键全调回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个小鱼，哦、这个可以选右边，右边有个箭头选下去，有没有？哪里？公布栏最左边、最右边有箭头，你点下去。哦，添加。嗯，对。这样就可以了吗？我记得他之后有保存。嗯，对对对对对。这样就好了吧？哎、欸，有吗？可是没有啊，装备列表还是什么都没有啊。这 GTA 吧，这好难哦，这字都好糊哦。对耶，看一下哦。我们的解析度调不对吗？添加有啊，我按添加有进去耶。移除，哎有了，哎没有荧光棒。可是外面没有啊，你看没有哎。对，外面是空的。怎么弄啊？这对怎么用啊？为什么你已经示意久了？还有偷玩啊？你啦，他是三一，对啊，你四一九哎，我没有偷玩、欸，还是上次就这样。眼睛好痛哦。那他不敢玩了、嗯。不是啊，我现在看眼睛好痛，我看一下怎么把这些东西关掉。哦、更痛了。看不懂要怎么全部添加、啊？每个按加吗？自己按加吗？要这么累吗？不至于。我刚刚是啦，我刚刚按下去就添加进去啦。啊，我按一好像就进去了呢、欸，是吗？右边全部点。那这个要全部点呢、欸，全部都要自己点呢、欸。天哪！右边加全，我无法理解。你是左右部分吧？左边全部加，在右边全部点吧？你是相反啊？哎、欸，有了，有进去了。现在我进去。有了。有吗？你们还有？有哦哦哦，左边全部点是这个意思哦。对啊，然后按、啊、再按保存布局以后就可以用。应该是他打错，不是我。再按保存布局应该就可以不用再更换了吧？哦，我想说左右部分很重要，好吗？不是啦。这上面东西可以拿吗？上面是游乐场，我们来玩叠叠乐啊。好啊。好不？你看那个球。哪个？地上的气球可以踢上来。输的唱歌吗？哦哦哦哦哦，小鱼。哎呀，不是啊，我拿了。这么想唱歌。叠叠乐直接弄倒啦。不是我弄的。你。屁的。王兄好弱、哦。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真的是篮球的声音哎、欸。丢地上，你听，绕圈圈，我还以前这里啊，绝对不是我的十无名指之类的啦，不用想。伸出你的手指，没有用，我的手是属于安妮的。哎、欸，点不到，我没有抽，我可以，你的鱼也打错了，最最，礼貌，踢掉，好。走吧，我这边可以开始吗？去选择一个。可以啊，我们点空白键就可以选择一个啦。哦，对，那怎么准备？的合约使用左边的白板选择合约。左边选地图啊，对吧、啊？可以投票啊，可以投票哎、欸。哇，那绿色是Win玉，蓝色是我。
为什么我是粉红色？很适合你、啊。开什么玩笑？啊，粉粉的你。那我这个喽。嗯，对耶，深坑湖哎，你要玩哦？那感觉很可怕。哪边可以选地图啊？左边啊。要不要先？我们先回味一下小地图，再回。我们都是选小地图啊！你在想什么？我只是在乱按而已。我都听到有紫色的东西在乱飘哎。然后再按准备。准备。所以它就会变多数决的嘛？如果我们四个人都选不一样的话，我们个别去那一间找鬼有没有？屁啦！哎，玩 Uno 啊，谁先找到就可以先休息啊。哎，我说五分钟好哎、欸。哦，调地图会把难度重置是不是？你是新手哦。没有。原本就这样子啊。没玩的哦。没关系啊，先业余啦。鬼附近使用生物 EMF。可是你看这个。看不到。你看这个。怎样？他照片会放在上面，你有看到那个？很好啊。回应单人。哎、欸，他也日常任务都放出来了。哎、欸，好酷，好酷，真的。要是，哎、欸，你看他的喇叭是不是变比较高级啊？哎呦，哎、欸，没有啊，之前是这样子啊。就这样吗？对啊。哦，好吧。这一定是从哎、欸，他的钥匙放这里耶、欸。哎、欸，太人性化了吧？欸、不能叠了。不能叠了，太难过了吧？要更新了，好烂哦！不能嘴了，完了，糟糕了，太糟糕了吧？改版后预设是夜雨，哎，叫了，我这里，你们两个一起叫、欸，哎，骗，互动。Where are you? Are you friendly? 好啦，没我事了。找骨头。Where are you?、欸、而且他的那个变得很清晰耶。Are you here? 看一下怎么弄哦。你要不要出去？然后我在看怎么放书，真的太久没玩了。Are you here? Where are you? 我把他声音关掉。Are you friendly? 他会理我耶。在哪里啊？我不管了，我就随便丢了。我找骨头啊。哪里？来，一直叫地上。嗨，安安、嗯。这个啊，骨头找到了。不是两公分，两个。两公分。哎呦！好黑哦，好黑，好黑，好黑。欸Are you here? Are you friendly? 不玩了，给下一个。啊？刚刚有十级耶。地面赛。How old are you? Where are you? 使用一个诅咒之物的任务，使用。地面赛啊。干嘛？你给聊到什么了？啊？塔罗牌啊。地面赛。Are you here? 哎、欸，点阵是不是？我不知道，我刚进来。我看到。Are you here? 他只回应单人，不好意思。Are you here? 你还一直动？我离开你啊。你在这里吗？我讲错。地面赛。叉叉。为什么这两个在这？请问，我放的，我刚刚去拿摄影机没？现在点阵能拍照什么意思？能拍点阵是吗？点阵会自动拍照吗？是这个吗？一闪即过，怎么可能拍得到？那等下示范给你看呢、欸。我不想看。走开，走开！我进来，我拍给你们看。哦、吵，一直叫。爸爸怎么了？
我白色人影可以拍照，来啊，来尬、啊。这个怎么用？那个怎么用？按 F 里面很高温哎、欸。哎、欸，他踩了，他踩了，有脚印，脚印。我没相机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把点阵拿起来。不好意思，帮我把点阵拿起来。哎、欸，他相机 CD 变久了、欸，好了，可以放回去了。啊，我相机没了啊！门后面还有，这里还有还有，我拿了。啊，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门后面有。啊。可以。啊。哎、欸，这个怎么用 ？F。嗯。刚刚有声音哎、欸。哇！地上一直踩、欸。弄得我感觉画面就是有一个奇怪的颗粒感。现在被踩过的盐巴跟十字架上，对，可以拍照。哎、欸，我们这边点满了吗？是吗？有点阵啊，我刚刚就觉得有点阵啊。可是他刚刚是以前的点阵会动，他刚刚的点阵感觉在原地跑步、欸，哎。呦。听的吗？哎、欸，你看这个，它下面有写东西，紫外线照出鬼脚印足迹。你看，在哪里？哪里？哪里？好多都，哎、欸，他写好多笔记哦。对啊，他笔记比我多哎。我、哦、鬼踩人了。紫外线照出鬼的足迹。哦。所以我们有，哎，也不是踩人，那个点阵。阵。是灵球吗？我刚刚有看到东西在飘啊，可是这画面真的太近了。你看，有东西在飘啊，有东西在飘，还是雪？有啊，外面下雪了。有啦。有啊，外面飘雪。那你把点阵拔掉。那个、点阵关掉了，点阵关掉了。等一下。哇，你的乳沟很棒哦。我叫一把。哎、欸，你在旁边点点蜡烛哦。没有，我在旁边点那个圣木，有圣木任务啊。你吓到我！等一下，我放哪里？啊、对对对，这边不错，这边不错，这边不错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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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错。你嘴巴有？好黑，好黑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灵球，灵球。五级，有看到在门？五级。五级灵球，好哎、欸。雷魂。五级。走了啦。还有什么任务？附近使用圣木还没解到啊，阿且你不是解吗？嗯，我找不到我的生木了，我去哪一个？我的天哪！那我们去玩诅咒之屋啊！对啊，我们还要捡那个诅咒之屋、啊。等你进去的时候，我们就来玩。对，没错。等我进去之后，多给你几个生木在路口哈、哦。好，谢谢啊、哦。然后使用道具是哪一个键啊 ？G 吗 ？F 右键啊，右键啊，打火机，然后右键。而且这是改版怕哦，拍脏手怕脏水。拍脏水比指纹还要多哦！哇，那个有没有打火机帮我送过来？欸，你很烂欸，啊，你刚不是点蜡烛？那打火机呢？我手上怎么两根木棒？谢谢打火机。这人是不是怪怪的啊？好烦哦！有人害我！哎，哎，他被卡门欸！你好，我知道你不会猎杀我了，再见。他真的被卡门欸，好好笑哦，这个门。不是你抽完要借啾啾抽啊？我还没抽啊。哦。他还在里面了，要抽吗？不是，不用理他。你会担心他哦。哎呀。太阳愚者。好，啾啾换你抽。命运之轮，我是被扣离子。你说蜡烛切换快捷键还会燃烧吗？我蛮觉得那不合理啊。那我们去玩玩看。什么？月亮哎、欸，好耶！月亮，我理智零了耶！今天有要解理智零？没有啊，没有啊。真的假的？没有啊。完美通关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完成目标就是那个啊，我们的任务啊。你看现在侦测，然后跟圣木嘛，有没有两个？哦，
这是每日任务，上面是每日任务。那我们现在完成两个，所以是二杠六，懂了吗？哦。可是你看下面那个，不是还是我使用诅咒植物的没有中哎、欸。哦，有啦，一哇，他要用五十次啊、喔！那去抽卡咯，没差啦，那应该是每那是每周任务吧？可是有些应该每周吧？那塔罗牌抽一张算一次吗？还是就统一复用算一张算一次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刚刚抽了几次？我抽了好玩那个蜡烛，哎、欸，我三次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所以他每抽一次就算一次哎、欸，这很不错啊，会死哎、欸。不玩那个通灵盒，哎、欸，通灵板齐了，没有你切掉之后就会齐不是吗？对啊，真的齐了，以前不会啊，这才合理啊，不然你放口袋怎么可能会燃烧？修起来啊，等一会儿走吧。那我没猜，对不起，等一下是什么啊？在冒烟呢、欸，我在冒烟。我在冒烟，我没有蜡烛嘞。你把蜡烛收口袋了是吗？我在地上、哦，蜡烛在地上，在温玉脚下倒上来的。还是你收在？啊、收在这里。对对对对对，这里不要搞我这里。这就鬼狼趴会有没有？好哦。哦，好好吃哦。你在吃什么？鱿鱼。你是说你在打的那个鱿鱼吗？这样子算哎，好可爱哦、喔！叮叮叮叮叮叮，好酷哦、喔，可以跳过哎、欸！我选随机，还是我们都随机？这样抽到大地图，我真的不会玩哎、欸！你等下抽露营地出来，我跟你讲，他现在有小露营地，这个要重新再按吗？他、啊、不是可以有一个东西选上去？嗨，新欢安。要不然就玩随机抽到哪一张地图，我们就玩哪张地图。那个就要再加一次，我还是不会、欸。他是说左边全部都按完加。对，我按错了。你按什么、啊？他退出游戏了，热色的，好坏，他更矮。好啦。难度更换，还、欸、有自定哎，玩家跑步速度100%，开始搬起来离开一下，看不到。玩家初始理智，鬼魂行走速度，哇！哎、欸，我看你都浮在半空中。噩梦，叭叭叭叭，增加哦！我抽到好多块叠叠乐，我觉得我很强哎、欸！我来撤回你的叠叠乐，走开了，不要啦！队友好像不想玩哎、欸。哦、啊，这次是我家的吗？你家的。我说道具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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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不是？你倒了，番茄穿女服装好诶、欸。没有，我已经走掉了。他跑去找女服装了。为什么我这里也有叠叠乐？嗯？不好意思，队长换 Joker 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会下一次点到下面的离开，然后看你在干嘛。没有啊，是 Win 雨。还是 Win 雨啊？嗯，那你们准备啊？我准备了啊！是我你们刚刚玩叠叠乐，我在准备了啊！准备不了啊！没 有, 沒有啊，不行！而且地图，而且没选地图，没选地图了，不要闹了，有了。哦，我变成蓝色了。哎呀，绿色好丑！嘿嘿嘿嘿
你变蓝色，我看是红色哎、欸。啊，真的吗？好了吗？哎、欸，算了，我准备好了。你看这里有骨头哎、欸，我以为你看。不要闹了，快点。要塔罗牌，我没按嘛？哎、欸，真的哎、欸，对不起。这什么地方？我白痴哦、喔！来选学校啊，番茄。不是，我们选随机啊，选 random。哎、欸，可是我卡在画哦，游戏卡嘞。不是啊，他等一下就会进来了吧？我们看到你进来啦，你进来啦，在那边 pen。我没有 pen， 有 pen 掉， pen 掉，有 pen 有笔 pen， 还有 apple。I have a pen. 哇，学校那怎么玩？哎、欸，我们刚刚是不是没丢十字架？有啊，嗯、有啊，有啊。哇，我完全忘记，哎、欸，完了，我现在已经不会玩这游戏了。啊，太黑了吧！你破音好了。不是很黑，真的很黑，比之前要黑了。怎么办？哎、欸，外面。有月亮吗？哎、欸，这里是哪里？学校啊！学校啊！好黑哦，没有月亮。白痴，太黑了吧？是真的没有月亮哎、欸？认真吗？以前不是有月亮？有啊，小月。我不知道，我觉得好干嘛啦？为什么？哦？怎么干嘛啦？你现在是想怎样啦？我怕咩？在厨房。厨房。有储物柜，像厨房，我怎么看都是柜子啊。所以是啥？这种柜子吗？有架子，不是这种架子，有架子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。那你出来，我也不知道啊，我没有看到啊。等一下了，我的、啊。什么啦？我外面了。哎呀！你别气哦。那个，哎，干嘛啦？我开启，你到底想怎样啦？你在想怎样？哇！我关门。好，我们知道店长在哪吗？哎呦，对，要找店长，好黑哦！对，在说店长，哎、欸，我找到了。店长在哪有？店长一样啊。哎、欸，先开灯，我再进去。我开灯了，我开了，你开灯，我店长开了。对，这是谁啊？等呢？这不是吗？哦，我找到了，有够白痴哎、欸！应该在二楼、哎，应该在二楼吧？我刚在二楼听到开门的声音，但我不确定，我去看一下。就上去看看啊！白痴哦、喔，哎、欸，我真的很少会哦，好勇敢哦、喔，我怎么会进来这里啊？天哪！二楼，干嘛？你在哪里？二楼左手边，那个之前二楼的店长那个位置。我不行了啦，好了啦，我去帮你们看。你说好最勇敢的这一刻呢？我已经上去二楼一半了。你给我上来二楼！不要啦！他想给我哎、欸，天啊！天哪！你给我穿女服装。我不要。对啊。嗯？没有，你东西其实扔门口就好了，你不用一直拿着啊。哦，怕你们会找不到，在这边。怎么可能？你不？是我丢大门吗？正门吗？不要啊，在左边。学校左边。左边呢？啊，负有负的。真的是架子哎、欸！哇哈！干嘛 ？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我去拿东西啊。Are you here? 回应多了，我来了。开门了，他完门了。Are you here? 嗯，东西在打。不回我。给你。好像可以直接问。Are you here? 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哎、欸，我连叉都没有哎、欸。你又 Are you here?
有差了。Give me a sigh。他多人是不是 ？Give me a sigh。我手电筒是谁？我没有哎、欸。你把东西放在哪里啊？三右边门口啊，他们不是说右边？我不是左边吗？等一下，左边呢、啊？哦，左边。一直都讲左边呢、啊。你拿回来啊！跳进来左边。哟，我们回去拿东西喽。好。Go go。晚安。Go go。啊，十字架。想跳楼啊？在我身上十字架，可是。右手边地板有个十字架，我拿走了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你是不是不敢进来？当然了，好黑哦！怎么会这么黑啊？哦，眼前的黑。那、啊、你走右边出去吗？有月亮啊？啊，没有啊，有月亮，可是很不明显啊，就不亮的月亮、啊，叫月暗啊。月暗，谢谢哦。嘿嘿嘿，真的很暗呢、欸，之前超亮的。哇，还蓝色的、欸。这是你的手电筒。还是今天不是满月？啊呜！啊呜！啊呜！这面镜子怪怪的，关灯就什么都看不到了。你们要开一廊走廊的灯啦，真的太黑了。你进来开嘛！不是我没先走，对不起，我没手电筒。你直直走，本人会跟你说在哪。明明也是，帮我手电筒扔。你不是他修了那个书柜的 bug 了没？你说躲那边啊？对呀、啊。你在喊啊！我来了啊！明明也是 ，How old are you？还是差，哎呦！运动感觉是关门，没反应。不好意思，你挡到我了。哦。哇，嘿，天哪，连那个……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录，我录。我带，我带，不是，连那个摄影机关灯之后都没这么亮了耶！我走错地方。对啊，你不是走这边门吗？我走错了，我刚刚走正门去。你白痴。你是不是小笨蛋呢？你是不是想进来两个通灵盒啊？比哈，先不用吧。不用客气啦，我们都喊过了。对啊，你们自己来就好了，不用来。我们就没有，我都喊完了、啊，剩你了、啊。这么多东西，我要拍指纹，现在要拍第二下或紫光，真的假的？他们刚刚说第一下会拍到互动，不像以前是第一下拍到指纹。哦、oh. ，好黑哦，为什么这么暗呢、啊？我开灯嘞。哦，码头。Hello。你们有放了吗？没。眼阵嘞？没。在下面。那我去哪？哎呀，好黑！我拿着紫光。关门。五级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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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耶？有吗？没有指纹，有没有指纹？没有指纹，是玩诶、欸，啊，那是玩门诶、欸，所以它不是暗影之类的吧？好玩，一直玩，我都忘记那些特征了、欸。他还在玩，你说我们是五级跟弹完了，玩我完蛋，哇，玩到没有相机了。楼下，我也有拿。你看他还一直玩。我们赶快去拿，他要给我们赚钱。五级韩文。五级。韩文呢？韩文。我们剩值剩多少？56。要25以下。OK。啊，请问相机咧？没看到啊。哎、欸，我又没拿。我来了。不是我刚刚在看那个有没有通灵。什么是不用看的吗？还是现在鬼多到我们
没有啊，没有没有更新啊，没有没有新的鬼。不是啦，我只想说有没有灵球不要，灵球不用了。哎、欸，运动感测器拿一下上来。我，你知道笔、记本开什么玩笑、啊？我现在真的会丢，而且连一时不能拿起来丢。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可他一直丢别的地方的声音是吗？哎呦，他没有采眼。我们现在是什么啊？我们现在是土烟五级。是不是我要说什么？我们是专家吗？红灵盒需要。哎、欸，不是这扇门的是不是，没啦。我觉得他是不是有丢别的地方，还是没有？丢什么？我吐烟，可是我的温度计一直显示在20跟19、欸，哎，这什么？烂东西啊！哎、欸，点阵看到了，我要点阵了。都有了是吗？光刷声音，我重开过了啊。啊，收声音是一个任务。嗯，刺鬼。任务有25跟吹洗大。你要玩吗？锅盖。我有一个，我有带锅盖出门。有没有点阵？我要拍他，等一下。好，你拍拍看。哎、欸，你有那个吗？相机？有啊。我没声音了，什么？哎、欸，小鱼蜡烛是不是都还在车上啊？对，你要吗？我要。啊！关门了。哎、欸，他是屠夫，他从那个房间走出来了。原来是不是要有？我们听到啦、啊。觉得我凉凉。对，是不是？结束了吗？还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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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还没。他、啊、好，他、啊、不是你大嘴就会杀门口的我，是对还是不对啊？结束了是不是？结束了，我妈都死掉。为什么死的是你啊？你为什么？你等一下，你在外面吗？我在门口啊。你在门口外面？哎、欸。为什么？我丫头死在门外，什么鬼？好啊，好啊。你被他撞到了吗？好啊，天啊！你哪一个门外？他死在我们进去的门外。我要看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关门了。那要死第二个的，哎，我去拿饼干吃好了，我也好饿。你什么玩笑？哇，天啊！你在是撞击啊！我在拍他、欸，哎、欸，你死掉了！我死了、啊，我在拍他、欸，哎。你在哪里啊？哎呦！嗯。应该拍完了呢。在门口是在哭哦。干嘛？我一开门就看到你蹲着。我拍照啊。你吓到我，我拍过他啦。我丢 DC。他怎么可以在门口？白痴哦。我要进去拍 First 的尸体吗？不用了，满了满了，拍完了。满了吗？可是你死在二楼，我在一楼听到你的声音，哎，这不是很正常吗？好像也是。死了吗？这个十字架阻止的一次猎杀。哇、啊！你平均理智有低于25，哎，有。有啊，因为死两个人啊。我刚刚才吃药，
所以应该我们理智超低，就你在那边投降，我们没有吹蜡烛，就算了，明天改天再过生日吧，我们关门。开完了吗？开完了，关了。为什么最最有看到新的电闸、啊？那是他的啊。对啊，我说为什么他可以看到新的电闸、啊？反正电闸、啊、不是我们的问题啊，电闸都是番茄在开的，我们都知道。天啊，死掉直接扣50%、哦，这么凶、啊？嗯，死掉扣5%而已哦。50%，还好啊。继续。50%的什么？钱啊，费用扣50%。不，你们全部叠在一起，人形蜈蚣式的。歪子都随机是不是？还是要选新地图啊，选新岛啦。你们好赞哦、喔！你们全部尬在一起，真的好喜欢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看它上面有写个 Welcome to the new office。你看魔镜无语，哦对耶，它变成三张那个嘞塔罗牌，是我们有拿到那个诅咒之物吗？应该是有拿到就有了，对，哦，它是跟隔壁的抄袭啊，你说放在这边吗？会飘的气球不能打哎、欸。哎、欸，这个荧光棒真的好好看、啊。那请问不好意思，要不要开始了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忘记是我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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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。我们还是业余啊。哎、欸，他不说预设都业余吗？那你们有什么专家吗？不然嘞？有。我的荧幕在飘灵球、欸，哎，准备什么鬼啊？飞蚊症。没有，真的啦！你停在准备会有业，不是会有业余，会有那个没有哎、欸，球啦。那你要不要按准备？谢谢。我刚有哦，你重按了哈。啊、欸哦，这是旧的、嗯。没有，你们没有选啊，是我选啊。哦，是你选小地图吗？我选新地图。我们选随机。哦，随机打赢新地图。担心鬼照片，任务很难呢、欸。看一下哦。那我们就不接任务。不是啊，一直要逃脱猎杀，凶爸爸。嗯，你们突然找不到十字架，好玩哦。我手上拿了一个。我手上也拿了一个，哎、欸，怎么又是这件？我觉得等一下自己选算了，应该在地下室，不在这。车库，嗯？你们家一楼？这是新的电闸呀 ，Tomato。哦，这是新的电闸，这个。怎么玩？这是新的。对啊，怎么开？哦有哎、欸，哦，左键拉开。哦，好酷哦！就是现代化的。叫了。我看到有东西飞耶，哥哥，在客厅啊。这里。飞我！我。啊！跟走。嗯。小玉在哪？有东西在客厅飞啊。好哦。啊。有东西在客厅飞，怎么越来越酷了？我开灯了，杯子吗？杯子啊！可是我拍杯子没反应耶、欸。是，刚刚丢过来的。白痴哦！我靠！这个杯子吧，我上面的这个杯子。对了，那杯子吧，
有人已经被吓到了。不是，你知道你们都去看那个新店长啊，我自己一个人看杯子飞耶、欸。好啊。没事，我们已经在另外一款游戏看过很多高服务了、欸。地下室哦，地下室哦。啊？地下室什么？地下室二级。我拿温度计去了一下。没有，你就拿温度计下来帮我看啊。那我这样下去。那我要先把这些东西丢在这。去找骨头。2.2 那就是啦，确诊。2.0 好，确定。好，拜拜。没骨头。你在干嘛啦？好可怕，好可怕！为什么十字架哦？没有啊，刚刚不知道，所以先随便丢。哦。开个灯。为什么要替他说话？你们十字架真的是我丢的、啊。那是我拿的，也是我拿的，我拿了一个。你为什么要替你的说话？关灯在哪里呀、啊？我找你。咖啡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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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咖啡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灯坏了，没灯开了。干什么？哎、欸，完了，他把我们灯踩爆了。踩爆、哦？开什么玩笑啊？大家放相机。照相机都不会有那个预设的残影的。我们里面没灯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我刚丢的东西怎么不见了？我丢下来，我丢下来了。哦、谢谢。Are you here？ 然后把。Okay， give me a sign， 他丢我水桶。哎呀，水桶。哪一个？好吧。哎，指纹，指纹，指纹。最前面。Are you here？ 哎、欸，我也没擦了耶。Are you here？哎、欸，番茄，你不要跟我摄影机放一模一样的位置，好不好？我、哦、这么巧，开什么玩笑 ？Are you here？ 你在敷衍？Give me a sign。两个在一起，那我看着。擦擦，给你。哎、欸，哦好。有放。Are you here？ Are you？ Are you here？ 喂。有。喂。通灵盒，通灵盒，指纹，指纹，指纹盒，我是烧灵啊！刚丢你东西。不用看灵球，不用看 ENF， 欢迎你回。可以陪我吗？我在楼下，我在楼下。好多指纹，不是指纹，好多飞蚊，好多主机啦。陪你去哪边？楼上吗？对。哎、欸，我先拿掉，对不对？你要看？我看什么？要看什么？要看什么？你要拍照不是吗？我拍完了，我拍完了。好。要陪你吗？不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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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上来了。我还要带什么下去啊？好像没了。有什么啊？蜡烛没有。眼镜、笔记跟韩温。韩温，韩温不会有啦。刚下去待那么久，烧灵幻影，欸、幻影是干嘛的？幻六只吗？欸、是拍照的。那他肯定会有六只，不是吗？六只是幻妖舞。哦，拍照消失。我们少一本笔记本。没有 EF 笔记点阵，好的。我放一本了啊，然后我看到第二本了。我们还有插什么？拍照，插三张照片。被点你，摇椅，在玩摇椅吗？刚刚对啊，餐桌上有头骨。啊？哦，真的耶！你老板。来了，我没有相机。来了来了，哦，这么大只，我真没看到。哎、欸，所以你们刚刚说会有两个骨头，是不是？
我底片剩一张啊，我回去拿吗？还是你要回去拿？我再回去啊。好啊。他很乐意回去的。哎、欸，没差、啊，剩一张也只是拍一个了。他是跑腿仔啊，可以拍三星鬼照片哦。嗯，可以啊。四八四，对呀、啊。哎、欸，没有没有相机了。对，哦，好，谢谢。还有拿圣木。哎、欸，滚筒滚过来了，可爱可爱。啊，他要压扁人了。我没有赖打呢。我有。我就这样，给我一个，我自己拿。点阵笔记。他应该笔记本放哪？这里。都在点阵旁边呢、啊。好黑哦。哇，我看刚看番茄超像一个神木站在那的，神木跟那个，有得要剪两次才能带回去哦，脊椎骨之类的吧，可是刚刚剪肋骨一次而已。我在地上丢神木跟赖达还有照相机咯。好的。不好意思，请问你一直拿寒温那个温度计干嘛？我看会不会不会是负啊？不会。副的，我们看我们吐烟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看那个？因为其实也只像点阵跟笔记跟温度计不是吗？两、欸、个摆地板的、啊，我就拿着温度计啊。啊，拿温度计干嘛？你不如拿圣木跟拉艾达就好了啊。好吧，再见了，温度计。不然你拿烧浆机嘛，我拿圣木跟艾。干嘛？我在玩恐怖游戏啦。我在敲门。好，哎，客厅闪灯呢，我想说我还要进来嗎，摇曳的地方突然有听到叩叩叩，超可怕！我干嘛？给你，哎、欸，有声音，楼上哎、欸，车库啦，车库怎样？我玩车摇曳啊，八八八，啾啾，可是我啾啾，钥匙没拿是不是？不好意思，门口的钥匙拿一下啦。我要去了，我要去了。没有哎、欸，没有钥匙。换了吗？真的没有钥匙，绿色的碗里面没有钥匙。哎、欸，还是我拿过了。看一下那个物品就知道了。拿过了。这钥匙拿过了。我关了，我关了，我关了。阿爸，哎、欸，我没有找诅咒之物吗？刚不通灵盒在玩，塔罗牌不在玩。欸不止猎杀一次，那我拍了吗？刚刚有玩吗？好了，没事了。打火机、那我先在客厅的那个茶几的，你说什么？靠窗茶几上面，找可以躲的地方是不是？这里啊，这个。哎，关灯了，关走了啦。没有啊，没有、欸，还没找完呢、喔。不然先在车上先看有没有好了。看点阵哦。哎、欸，我是觉得可以把那个点阵，对吧？把摄像机放在地板上的。可以啊，我们去放那个吗？对啊，笔记的，先看笔记的就好了。我拿了两只。我顺便解圣木的任务。Tomato， 你不是说先吃药吗？啊，药嘞？他吃了、啊。十级哦、喔，现在十级哦、喔，你吃了？吃了。欸、十级二，十级二。可是没有关门、欸。你们要不要再吃一个、啊？你们两个都很低耶、欸。你是没看过我多高，是不是？他确实。我看你有。我看你没有。没有。啊、我本来想说，我看你有，下面还有一个药啦。那你要帮我吃啊。我蛮高的。解压、解糖、三高。哎、啊，你怎么敢进来？刚小鱼，我是刚刚小鱼进来。我想要拿塔罗牌啊。哦。我不能放啊！哎、欸，现在不能放地上吗？可以吧？按 F 啊。F 不是吗？哦，可以了。我刚刚是真的放不下去哎、欸。八股吗？还有一本在哪？这里，我放好了。来了，我要烧圣木上去了。可是他。我这样有换位置吗？我因为你看得到笔记本吗？没有，我放了。看得到。哎、欸，
这个很远，等一下哦，这样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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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另外一个嘞？都放了，放好，放好，放好。看得到，好的，好啦，你慢慢玩，我们先走了。圣木有解吗？解了。这个人用续斧的跑出去欸，不是不是说不怕了，是不怕啊，续斧特的距离就续斧特啦，对吧？我要去刷塔罗牌了，再见各位。高塔少女又回来啦，我们可以换一本看吗？月亮，我又月亮了，我理智零了。我现在理智狂扣哎、欸，你零还能扣吗？零不能啊，可是，啊，吓死我了！这是哪个位置啊？天啊！哦，那个。摇椅那边，哇，这看不到哎、欸，这看得到字吗？看不到啊，只能看笔吧。这可以看到。Super 我是不是？我说 Super 抽完了，完了是不是该开个冷气？对啊，就 Super Hot。Super Hot。Super Hot 的笑容，超级热的笑容。嘿嘿嘿嘿嘿，是这一本，都没有，都没你，天，哎呀，这有个人，不行啊，是繁星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现在想怎样？我想说这个腿也太清晰了吧。啊，鬼房没变啊！奇怪，什么互动都没有。我是有看东西掉地上啦。起码有玩了四样东西。所以现在你的理智最低。哎，你不会把我吃哦？嗯，吃就好了。我把你送药进来。然后嘞？手上没拿圣木，没拿打火机的，应该死的哦。不要打火机啊！圣木地上还有啊。哦，拿一下。哎，笔记，笔记好哎。少林十二灸。哎，好哦。没事，现在59%，我理智100。然后嘞？怎么100？我抽塔罗给喝的。对。老力，烧焦死！可是他都不动哎、欸欸，你看他，你看看他，不动就不动吧，我们要玩新地图了。那好了吗？要够了吗？还没够了。到来迷路了，好夕阳安。好耶，哪一个是新地图？下面的 Sunny Meadow 那两个，还有那个69个房间呢、欸，那是大地图啦，它就是疯人院啊。它不是还有一个是小的吗？隔壁啊，要、這個啊、问他问号哎、欸。哪一个？问号问号代表我们没有去过吧？不是啊。
真的耶，他问号问号，因为其他你看像改版的小的那个营地是有写的啊。对，那我们继续问号问号看看吧。准备。哦，哎，我刚不是按了吗？我刚有按，他又跳掉一次。哦，很可怕哎，我不敢。哇！搜罗索啊！哎，我当了，你看，我以为你看，他说他当了。哇！这是真的当假的当？好像进去了。什么？为什么是彩色的？哇哇！番茄在空中走路啊！嗯？现在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你下来了。你看，哇！哎、欸，番茄来了！你看你看，天哪！看地图！我的天哪、啊！没有，之前露营地就是这样子啊！你看你看这个，那个你又在哪里？哇，好棒哦！好多只。Okay, 我来看监视器，连我都有点怕了。监视器好、啊，好黑哦！哇，好棒哦！哎、欸，他的好可怕！我不要，不可能啦！不可能、啊！吓我吧！好像是说诅咒之物都会放在教堂、欸，可是教堂在哪里、啊？白痴哦！红红的地方啊！哎呀！真的假的？你说这个中间正中间这个，你不觉得很像吗？好像哎、欸，直走就到了。哎呀，好可怕、哦！我真的、啊欸，而且我们不应该一开始就玩、這個、有个白痴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玩家模式，嗯，有白痴先走进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好黑哦！哎、欸，我们进去啊！我们先回家吧。你去开电闸啦，电闸在哪里？一开电闸在哪？一没有、嗯、一开始就有了。你们的左手边，左手边这里吗？看得到，这里的右手边，你的你过头了，回去回去回去。你怎么看得到头吗？哦，看到了，对对对对对，这是左手边呢、欸啊。不是，他刚刚反方向，他刚往后走。啊！哎、欸，为什么有水的声音？文玉啊，我不敢呐、啊。你看这里，这是池塘哎、欸。你七哦。这个真的很恐怖哎、欸。哎，繁星，这里，哦、你看这间很有感觉，好可怕。这间，为什么？啊，就这一家啊。因为你走路的声音不一样、哦，好可怕。那个地板，你有听到那个地板吗？那个地板的声音。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，我不行哦。哦，这里显示吧？不好意思，可以开灯了吧？可以啊。对呀、啊。可是其实灯在哪里？我不知道这间灯在哪。你在哪里？哦。哦。哇。可以捡、欸，有那个酷洛洛哎、欸，啊，那个，这叫啥镜子？哪里？这里。我怎么没看到？啊，哦，他该不会是每个放在这边一个吧？哦，好像是。我中间刚好是。不都住在这？可是你现在用镜子分得出来在哪里？看不出来，不好意思。刚刚看到墙壁。绿绿的每一半的墙壁，你不觉得走路的声音很、欸？好像就是这种外面绿色墙壁。哇！这种绿色一半的。哦，码头是不是在这啊？没有。哦，我找到乐谷了。我刚刚看到有灯诶、欸。你在哪里？好问题。啊，我看到、啊、你在这啊，他在这，他在这。零点四。好大哦！这张到底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大的，很大的。那另外一个 Sunny Meadow 是小的吗？不知道。这个是问号问号，有声音呢。哪里？你是数字跳还是声音？零点四、零点三、零点四、零点三。嗯。你是数字跳出来还是声音？你确定不是我刚刚开门的声音吗？然后画面没有朝向你。对，还有零点二，哎，零点九。嗯，
现在活动等级四哦。啊，撞墙了，零点三。天啊，好卡哦。有二龙吗？这个有、欸、啊，好大、喔！我们刚刚这边后面还有路，那我们选错图了。是二龙，它是有地下室。嗯，一有钱呢、欸，这是钱吗？有时钟的声音啊、喔！哎、欸，我正要换耳机了，是不是啊？都听不到、喔。为什么会？你为什么过得去？他妈的！嗯，左怪就好了。另外一边哦哦哦哦哦，好哦，是哎、欸，好吵，好多人在讲话的声音啊、哦，好好奇哦，哪里？教堂，我不知道，我刚走，我现在这里直，你在直走，好。汤马桶，你前面是什么？哪里？在直走啊！真的有声音啊！欸、有这里怎么那么多卡人住？在直走。他说话了，托马托尼那边。哎、欸，十哎、欸，有，对不对？那边十八二二哎，很高哎、欸。啊，这里直走到底。太远了，好可怕哦、喔！怎么办？回摆正啊，回家了，拿东西。东西先放一放。你们理智超低的，你们理智。Are you here？番茄34哎、欸，繁星三灭赛，那该回家了，快！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。我没十字架哦，小心点哦。你要喊吗？好啊，直接喊了，不要拿了。你在这里吗？不啦 ，Give me a sign。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。要不要进来 ？Give me a sign。哦，有声音。Are you here？ 哦，没有反应。走喽，回车上喽。哎，我走出来了，哇！你快吃药救他们！你快吃药！在这里好多那个。嗯，这叫啥？病床障碍物，对啊，跑百米啊！另一个是限制区域，四个区域，随机开一个，是不是？就是这个地图分成四，哎、欸，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关门了，回来。记得关灯哦！哇，你们关了，我在门口，我把山西产品丢掉。山西产品，你回得来吗？不然要各啊，关灯就好了、啊。山西产品会引啊？你跟着关灯都不会啊？除非是那个按什么物影还是什么的吧？没事，反正三脚架立着。玩家术语，我们至少知道不是恶魔啊，因为我们理智很低，不是吗？对，结果理智零了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，可以开门了。啊，你们先出去吃药吧，我在这边等你们。这个门好丑哦。哎、欸，它好笑哦。我一开始是按手册统计，我的宿敌是叫 O N 还是谁啊 ？O E O N I。宿敌是什么？他把我杀了。又扣你零了哎、欸。我有喊通灵盒，嗯吗？没有啊，关系吗？但他没回我啊，没有回你啊。喊通灵盒，那是不是雷魂？摩洛伊？没有摩洛，有啊，有没有啊？有啊，韩文呢？他没有哦，可是通灵盒刚叉叉。他不回我啊！你们那么多人，怎么？我跟你在那边喊呢、欸，就我们两个、啊，其他还有两个人，还要进去吗？我想要跟你进去啊，走啊，要吗？拿十字架，我单身。不过我们需要在鬼区使用圣母，看有没有拿着圣母吧。
所以我就拿圣木跟打火机。好，反过来好了啦，你拿圣木，就拿十字架，如何？我拿十字架跟笔记本了。我还有一个在摄影机在路中央啊！你们为什么不带着头戴式头戴式的？你要不要进来帮忙拿、啊？你有买吗？我真的不行，我真的。你长得那么大长，怎么办？我要刺激你，我要逼你，我要激你。好，我又给我进去。不要。那你会待在这里？啊，干！我按到了，北西。看到什么烧神木吗？不是、啊，不是，他看了手电筒，那个手，那个手灯。那我要拿十字架在手上了。阿神木呢？嗯，刚刚不是说我拿十字架？啊，我刚刚不是有讲？我想说路途还有一个摄影机，我要拿，所以不拿了。说，我不是要带头戴摄影师啊？你他没带。哎。快出来，快出来，带孩子。啊，你们先进去，我马上进去。好。哎、欸，他把门关起来了。哇，这张好可怕这张最大哎、欸，我选错地图了。我们看这间教堂，你们很喜欢看我的。你看 他还在那边东撞西撞的哦。来啦！哇，他把他房门关起来、欸，就是叫我们不要进去而已。悲情误入。大家打电话。哪个啊？Are you here？ 你开灯。你开灯我就不能喊了，那不喊了。那我开关灯。路上有钱呢、欸。哎、欸，关门！他玩这个门，他玩这个门。嗯，我的相机呢？这股寒温。你是没有指纹啊？我有相机。我把十字架丢出去喽。在这，那声音也太响了吧？回音哎，没有哎、欸，互动里。哦，白痴哦、喔！哎、欸，先生，前面！哈哈，三星鬼照片，哈哈哈！我吓到了。你有看我把大神功丢出去？没有哎、欸，有声音？什么东西？大神，现在在敲东西，节拍器，敲东西，节拍器，节拍器，没有，是节拍器。哦，他在玩节拍器哦，这么酷、欸！不好意思，不要玩了，好，关掉。钢琴，噔噔噔噔。哎呦！我要回去拿相机喽。怕你啊？怕你还怕我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要开灯了，不管了，再见。我去拿相机。要怕我？他们说我们选到最大张的、欸，我知道啊。我丢地上有一些东西，好大声哦、喔。你走啊，不用理我，这样死了会是我，没关系。不要这样，我怎么舍得让你死呢？我怎么舍得让你看着我死呢？请背对着我，这样我比较舒服。哎、欸，门关了！哎、欸，关门了！关门了！关门了！哎、欸，救我回来！你要去教堂啊？走走走，我们去，走走走，去这边，这比较亮啊，这边舒服。可以蹲在这吗？我们找一间祷告吧。我找一。我先祷告。我已经找一行躲起来了。哎呀，怎么不过来？跟 gang 一样。有声音了。哎。你哦。我耐不住寂寞嘛。寂寞嘛，我来喽。他好
好，怎么办？他好可怕、哦！你是说番茄吗？比鬼还可怕，对。结束了吗？还没。还在人。听不到声音。结束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那也可以出去哦，哎、欸，可以耶。好的。现在已经没有药丸了吧？还有吗？东西。解了不解了不解了，你要解吗？玩啊，很好玩。我说洗脑玩。哦，怎样？没了、啊。不是很正常吧？啊，才四罐不够啊。嗯，已经有人让。给我个八罐。不是你四罐有两罐是给你吃的。嗯，我吃一罐而已啊。我也吃一罐而已啊。我一罐啊。那还有一罐嘞？怎么可能？看我干嘛？看你干嘛？看你漂亮啊，嚣张哦，追名啊！游戏好卡哦，太大吗？物件太多了吧？关你枪吧，关你那样晕。拿一个证据。没有，只有是骨寒温，反正不是恶魔。刚好没有靠，好，我猜赤鬼，我猜摩洛伊，我猜海魔，我猜摩洛伊，走了，走啊！海魔吗？嗯，幺幺改好了，改名字会变首次加入哦，是巨灵呢、欸。所以选哪一个是旁边那个问号的那个吗？还是他说问号问号那个是就是就地图就是切蛋糕啦，切一份小的出来给我们玩。那吗？他的意思不是这个吗？可是我们刚刚玩的是问号问号不是吗？啊，我还是我们刚刚玩哪个？我们刚玩这个还是玩那个？问号问号问号。啊？什么是小图 ？R E S T。啊，我们刚刚玩的是小图哎、欸。啊，小图这么难的、喔？小图吗？小图这么难？小图就这么难的、喔？那啊、不好意思了，那个那这张拜拜。那我另外找一下看吗？六九的这个。哦，六九、喔，很恶心哎、欸。他是说这个很废话。你说小的露营地啊、喔？这是什么？小露营地啊。所以我们现在玩这个。这是旧的露营地，这是小的露营地，小的露营地是新的。还是2比2，看他选哪一个。没有啊，反正可能蓝色赢啊，对不对？蓝色是我哎、欸。那、啊、肯定赢、啊。真的有灵球在飘啦。我没看到啊。好了，添加好了。我添加好了，你不用添加。嗯，交给我。那你刚刚是谁添加？哦，你添加。本来就是我添加的啊。我去一下楼下，等我一下。为什么？我靠！好，被绑架了。再见了，各位。真的假的？希望你们活着。他很认真。欸、这路一定很酷哎、欸！就你看，可是。我决定我要去开冷气，好热，好好。北极熊再见，不要这样子。下辈子你就当北极熊了。我们四个会显示在那辆车里面呢。可是这么小哦。那我们会在哪里？车啊。你车子上啊。真的耶！哇。所以车也不安全吗？谁说的？你以为是另外一个、喔？我不是。啊，这个怎么还是一样？哪个？钥匙啊。对，而且都没有钥匙，不是吗？我拿了啊。有啊，他拿了。拿了。哦。对，
这张只是把一些东西切掉变小张吗？没有，在生活不是吗？怎么了？进去就出不来了，进去就出不来了。现在还没开灯啊？哎，小鱼帮我看一下。我做声音哦。对啊，我拿锅盖哎。偷的。丢东西吗？还是你丢的？我没丢，我没丢，我没丢。这里有声音哎。1.7。我这里10度哎。户外用温度计是不是不准啊？这1.7哎。哦，哎，他在丢还是你在丢啊？我没丢啊，他有丢东西的声音，那就他吧，丢沙包哎、欸。这棵树，还这棵树。好可怕哦！我在、啊啊，这个不可怕、啊。快进来了，不是啊，就这里还有本兽哎、欸。走啊！变锁，我们可以省水钱，我们可以一起洗澡，一起洗澡，对。番茄回来不说，他有讲啊，我刚有讲话啊，是假的，他有啊，有啊，你是不是讨厌我？没有啦，哇，烤棉花糖，你看，哇，两个颜色呢，哇，你们两个从那种，我在地球哎、欸，啊。在外面那棵树那边啊，对，就在你这位置，看看，啊、对对对，就这个位置。你怎么会看到灵球？我在车上放了监视器、啊。这要怎么关灯啊、哦？你好聪明。这样算关灯吗 ？Are you here？ 这应该是算关灯没错啦。Are you here？ 还是树上自带？哦，他不插我了，给你们玩。他树上自带灯呢，这我没办法哎。好好笑哦。I'm here。我求我丢的。Give me a sign。不是说可以点火吗？引火的话。拿打火机啊。下雨。哦，下雨。我可以把这门开大一点吗？哎呦。可以啊，他待会帮你关小一点。好，我打你。真难开啊。How old are you？ 那这个这张地图变很棒哎、欸！唱歌了，你怎么知道 ？Where are you？ 哎、欸，在门口，番茄这里，这里，我这里。Hello。啊，照相机。我也没有照相机。我刚丢掉了。啊，它好久哦。哎、欸，三星鬼照片， Where are you？ 好爽、啊。哎、欸，干嘛靠？哎、欸，我也想要解任务啊，哭啊，打招呼就先拍哦。生气，通灵盒有，要起飞了。通灵盒有，啊，通灵盒有啊，这地图好坑哦。我刚刚就想讲说，你看通灵盒有，点阵啊，完美完美完美，回家的路，干嘛啦？臭沙小，要凶。我当然凶啊！我们要拍点阵诶，我拿起我的摄影机，不，我的那个照相机，不是啦，啊，不是说可以拍点阵，他拍点阵。哦，你要在门口拍是不是？可是，他怎么关起来的？会，他就会啪就关起来啦。不是，是这样子、啊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往外边往里关，还是里面往外？那、嗯啊、你们怎么开？靠腰、哦、我只是帮小鱼 解决他的疑惑而已，没事。我现在在这里是为什么都在关门？哎呀，害我好凶，不行，我是你是温柔。哎、欸，我放门口的摄影机。I don't know， 我自己架了一台进去。点阵。我们好像在等什么明星出来一样，我拿手电筒，好笑。林俊杰，不要啦，我有点害怕。这怎么？这那我们拿闪光啊！我在拿啦。你没有拿、啊，我说的是这个。哦，我是拿荧光棒啊、欸，我是拿手电筒啊，我可以照瞎他们的眼睛，照瞎那个偶像的眼睛。你看。
最强的是佐藤雷克叔叔，叫什么？这个白痴！哎、欸、啊，他这么亮，开什么玩笑？哎、欸，圆柱球，没有他踩到，番茄踩到。哦，拿着刀回家喽、嗯！叫了呢。哎、欸，球队移动。他想跟我玩球也可以移动啊。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，我们不能踢他。没有，又被骗了。开啦。安心。啊。哎、欸，在前面呢、欸，在最前面这边。左边这边。烦死了，给你写，要不要写？整间都他的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拍了没有哎、欸？哎、欸，真的是整间都他的哎、欸！你看这里也有，那里也有，开什么玩笑？范围有点广。我要拿球棒喽，拿不起来。可恶，不能讲给我当水。正在厕所哎、欸，你怎么想？跟他一起上厕所。有啊，这什么一只山啊？乱魂哦！这么小的地图还能乱魂吗？好吵，一直叫，真的是偶像呢。那我也要拿大声公啊！诅咒之物跟骨头，我尽力了，推博，还要去找。我也进去，我厕所就找不到啊！哎、欸，骨头，不要。嗯豆子物哎，自由都找到了。对，通灵帅哦，通灵板，好帅哦！小鱼来，来了，我帮你拍照，你问啊？我要问什么 ？How old are you？ 想问个 Are you here 就完蛋了。我就叫你问 How old are you？嗯，没反应耶。真的灵球一直飘哎。没反应哎。是不是还不够里面？这边可以了吧？太前面了。你去吧。不行哎、欸！哎、欸，不行哎、欸！是不是坏掉了？好吵。不好意思哎、欸，谁可以顶个左键？我顶不了哎、欸。我去，我是用 F 什么之类改掉的。F 是拿起来啊 ，F 吗？还是右键 ？How old are you？ 没有啊，没有东西出来，你在 hold 什么？有啊，有东西啊。A N G。哎、欸、啊，我看没有哎、欸，我看是有、欸。哎、欸，贵耶！哎、欸，白痴哦、喔、，Goodbye、啊。我想说你连 Goodbye 都没有，就往后冲。没有，我转头了。我刚没有看。你后面。嗯，在哪里？我什么都没看到你们看到东西了。我也没看到。我刚刚有回他。哎、啊，你刚刚说什么 ？N N N G 什么 ？Angry， 他回 Angry 耶、欸。我问 How old are you？ 哎、欸、，Hello。我又不是问 How are you 吧？I'm angry at you 。这张地图很快哎、欸。我在灵球一直闪，然后又不冷。嗯，笔记放在哪？嗯，树旁边一本，桌上一本，放桌上干嘛？我来。好、啊，我放地板。关门啦，各位！哎、欸，吃了。再见，九哥。感谢你的贡献。下一个，哎呀，你的姿势不错嘛。他从我前面这个树这边的，让这个红红蓝蓝的这边走过来，我是觉得他整张都是哎、欸，整张都是鬼房，我觉得范围有点过。都是他家，对啊，全都他家，太过分了。哎、欸，不好意思，关灯了哎、欸，又关门了啦，白痴哦、喔。嗯哼，我们来看下一个死的是
谁呢？哦，谁躲？谁躲进去？头发头发？阿奇死了？我死了。嗯，他死了。好，来下一个。就跟你说这边的，你还去？啊，关灯我什么都看不到啊，到处乱跑了。帮我开门，谢谢谢谢谢谢，康复走了走了走，已经出两个人命了，出两个人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这是我们两个，慢一下啊，差不多，怎么鬼那么凶？完全不知道啊啊！摩洛伊好了，整件都拿的，他不是通灵盒跟灵球吗？没有啊，有灵球吗？你们不是说有通灵盒吗？有灵球啊，一直飘欸，有哦，在哪里啊？我怎么没看到？在，哎有欸。树那边啊，对啊，那我猜怨你，你还带娃娃回来干嘛？欸、要带就带这个菜刀之类的，或是铲车之类的，给他们回去。那我要猜妖怪。带球好了。妖怪？妖怪是什么？你讲话他会生气啊？可是我没有人讲话啊。有啊，有啊。我玩通灵盒，他就。猎杀的人，对，他是 angry 呢。好诶、欸，好诶、欸，那是通灵版。我刚刚说通灵盒，我最后一次喊通灵盒就猎杀了。那就要怪他们啊。嗯，给你喝。好喝、欸、好啦，不然我等一下出去买好了啦。我等一下晚点再开个台。喝这个吗？好诶、欸。好啊、要喝这个开吗？开什么？这是什么东西？有吧？不要再转了，看不到标签，鸡掰！是梦魇。我们从头到尾没开灯。嗯？那个算灯吧？对啊，那个算灯吧？对啊。玩一下，那个应该算灯吧？对啊，那超亮的，那比我们平常的灯还亮哎。那跟教堂差不多亮。今天是不是给有点多啊？有点了，一次升三等哎。真的，好好哦。不会啦，我出现了，你死了哎。点五十吧。对。那我们可以随机吗？还是什么？哦、你要随机来啊。我不知道啊，反正随到大地图就乌龙啊，对吧？就啊，乌龙，那准备咯，好，都，因为我要去尿尿。好、哦、睡啦，大的、欸，大乌吗？是大的萤火，对吧？不是大乌龙。还是我们进去找个诅咒植物跟骨头。这个诅咒植物很广哎、欸。哇，运动感测器 ENF 跟它可以用 ENF 吧？你们进去游戏了吗？嗯，我们已经出来了。进去啦。我还卡在大厅哎、欸。大厅。是吗？哇。哎、欸，卡住了。哇。来了，进来了！你看他又在空中走路，真的哎！你是我氪金，好卡哦！可不可以让我氪个不会卡的？有小鱼都还没洗，我们就走了吗？肩膀，不要这样对我，在最里面呢、欸，番茄。右转，直走，不是这个，不是那里，左边，左转，直走，直走，右转，右转，我干你！嗯，等下，你刚刚不是叫我右转？啊，没错啊，你转太多了、啊，直走，一直走，一直走，好，靠左边一点，走到底就是电网了。好，出来了。红色帐篷啊，2.7耶。还没开不是吗？0.9。了。我拿锅盖。刚开的话，哦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那个灯呢？那个树灯呢？这个吧。啊？它只有小幸运这种。嗯、这边一点三呢，不是要噔噔噔哎，也有棉花糖哎、欸，这里一直一点三，怎么这么卡？Are you here? 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Give me a sign. 叉叉叉五。欸，感觉你那个乳酪蛋糕如果不是冰冷冻的话，应该很好吃欸。那你没有拿出来放冷藏之后再吃一次？没有。你直接吃光了。我因为好饿哦。你好饿，只吃那个不会那个吗？嗯，不会饱啊，不会啊。哇。这个感性欸。那是乳酪蛋糕欸。Give me a sign. 不如。我只叫嗡嗡嗡。就又下雨，一天到晚在下雨。啊，还是卡。好啦，换一张啦，好不好？好，走，无脑喽。我等一下调到不会卡的位置。你有开台吗？没有啊。可是后面要玩的话，还是要解决掉这个问题啊。可以玩小地图，小地图不会卡。嗯。那一定每次都卡，我也是蛮纳闷。每次玩大地图都会卡。那個、你就理由可以不玩大地图。学校跟监狱就还好，主要是露营地。嗯？哦？那我猜。克洛伊，你要猜什么？好，克洛伊说亡魂。阿辉。阿辉。好了，走了。Hello， 我没上车，等一下。猜个暗影。我白痴，原来是我家的声音呢、啊。噔噔噔噔。哎、欸，看得到门关起来哎、欸。魂魄。我对一个字嘞，克洛伊，我对一个字的克洛伊。啊，你说最无聊的那只鬼吗？哎，爱是随机。嗯，只要有人添加东西，跟有人选地图，就会重新。对啊，原本就是啊，原本就是、啊。好麻烦，之前没有这么夸张啊。可是不用一直调转。好喂、欸。加魔师。进去找诅咒之物。Uno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改了吼，找屁诅咒之物啊？那、欸、可以啊，我们找诅咒之物再出来。可以找 啊， 以找啊，而且都在教堂那、啊。那小雨走啊，进去看一下就出来了。很快，很快，没问题，兄弟。那你知道那个蛋糕其实还有其他口味、欸？嗯，还有什么？有你的味道吗？好哎、欸，不要再骚扰我九口了。嗯，你要看他被骚扰开不开心哎、欸。哎、欸，我手在上面呢、欸。我看手电筒在上面呢。你拍照好不好？你拍照好不好？哎、欸，翻前后退。他的手电筒是开着的、欸，哦，我看是手电筒是开的。我看你的拇指，你的手指粘在拇指上。我真的是有够看不懂。哎呀，你好恶心哦！这又想怎样？好恶心哦！哇哦！来聊天室的，不管你们在第一台还是怎样的，来看一下这个，好恶心哦！让他们点开网址看吗？你可以放在 OBS 上给他们看。没有点网址就看得到了。我要载进来，我要载啊，很麻烦。小鱼走。好。好了就走。来一样，疯人院嘛，对不对？这有开关盒。
然后你看这边这个，哇，这边，哇，这什么？叮咚叮咚，你怎么按的？左键啊，然后这边右转、哦，然后就到了教堂。看这教堂根本很恐怖，根本就是献祭的地方，有够恐怖的。然后东，哎、欸，刚好是五芒星的、欸，哎，那个。耶，教徒。好了。走路。而且那时候拿一个音阶盒，响亮哎！拿音阶盒在那边走路的时候，刚好我在闪，鬼房在门口。等一下，没事。系统刚刚突然跳东西，然后我就不能动了，吓死我！我要猜最凶的、欸、鬼吹系，鬼吹灭蜡烛了，为什么？里面蜡烛算是不是？所以在教堂是不是？哇，送分题耶！哇，多送一个。什么啦？真的耶！哎、欸，在里面吹耶，鬼房在里面耶。哇，我们你，我差点死耶。哎、欸，谁知道啊？不会啦，字底字都很高。我差点啊，死掉。不会啦。我表示你们不是来找我的吗？很白痴耶。哎、欸，活动强度也一直蛮高的，好嗨哦、喔！这么凶，吹蜡烛，谁？刺鬼，对，刺鬼，吹蜡烛，你们真有病！很酷哎、欸，我喜欢吹蜡烛，算了算了。嗯，记得有哪只鬼爱吹蜡烛，我不知道、啊，有个鬼很爱吹啦，怨灵啊，啊，蔡怨灵。可是怨灵是吹完就猎杀你，得带钱回来。这是那个吗？叮咚叮咚的那个吗？对对对对，我把它拿回来了。不灵，这手不能按。那我们出去按好了。要小姐喽。哎、欸，你拿着吗？哎呦，掉下地、啊，哇，还有回音呢。没有，不能呢。你们可以点吗？左键、哦。一直有回音。就是金属敲的声音啊。哎、欸，现在是谁拿的？小鱼？不，哎、欸，对，在问鱼。狙吧，狙出来。不行哎，要进去玩。可以按啊，可以按。有啊，有声音可。我的是嗡嗡嗡嗡嗡，不是叮叮叮哎。哦。叮了一下。拿起来的时候突然叮了一下。这样子嘞。哎呦，正面。白痴哦、喔，等一下，对不起。有了正面，还是不行哎。然后，那放在这边不能按吗？只能嗡嗡嗡啊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小蜜蜂。笑死，好恐怖哦。哎、欸，灵球。什么？差耶！我看到灵球哎、欸！你为什么不知道？不是门关了，有啊，十块钱呐、啊，有十块钱呐、啊，送分哎、欸、啊，真好！你很赚呢、欸！哎、欸，才十块吗？照片不是？哎、欸，照片五而已哦。刚好记得之前不是六十，好像来了哦。啊，拍该不会拍那个没有了吧？都植物吗？可是有照片十块、欸，你刚不是说有照片？照片是五块钱哦。找诅咒植物没有钱了。以前是找诅咒植物拍至少有六十以上。对啊。哇，你看，就可你过来看，就可你按空白键、嗯，这卡牌我们抽到什么，它就会出现什么、欸。哎，你看，真的，这是收集的概念呢、欸。那一定会有一张死掉的哎、欸，靠腰哦、喔。一定会有人死欸，掉了。那我们只好看什么时候可以收集完全部了。对啊，还要抽。而且还在飞耶，女神。我拿气球垫在他、欸、
哇，它很轻哎、欸。我确实蛮轻的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确实蛮轻的、啊。轻浮。嗯，浮夸。这个可以开吗？嗯、开什么？那扇门呢？不怕那个、啊？嘿。他没有啊。里面有鬼。吗？不知道啊。这个啊。你看这边在摇摆，还是乌云在摇？没看到东西耶、欸。这里耶、欸，我的角度。这是鬼吗？哎呦，是我。哎呦喂、欸，有，你太抖太抖太抖。看起来好像。小玉，你上左边一点点。回来。我听到惨叫声了。回来。你看番茄的尸体。这里面就车子的内部了。蓝色的荧光棒，好好看哦！好冷不能买啊！还是只有紫色的。对啊，紫光色的紫光手电筒，因为紫色可以照指纹吧。所以方前你要准备了吗？刚刚又有人按，没有啊，没有啊。哦不，这要怎么拿起来啊？为什么都只有这两张地图啊？好啦，不然自选好了啦。好啊。为什么又是？嘿、hey, 没错，这是番茄会卡的那一张、欸。嗯，那我们插完就走吧。直接拆，直接走。这是大的还是小的？大的，大的，大的。我去看，我去测试看看，因为我刚才调一下解析度。他可以检举玩家哎、欸，现在。啊，对啊，可以啊，因为会有路人在。可以检举番茄吗？可以不要吗？他性别歧视。不雅 ID。我没有背，什么叫同样的目标 ID 啊？恶意拖延，恶意送刀，恶意送刀，放你游戏，对啊，放你游戏，要给你一个红色的赞。而且什么时候跟我打楼？我想想看、哦，看你什么时候穿女装啊？啊，我每天都在穿啊，这样子啊，没有好吗？我说小又不是你，好久没打了，好久没穿了，是不是？是很久没穿，没错啦，对不对？我可以拿球砸人吗？他想打我哎、欸！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你坏坏！哎、欸，猎杀？没有啊，认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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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不要那射门啊！你们真的无聊，还会卡吗？番茄应该是还好，他卡出来了，解析度调低就可以。哇，九级耶！啊、你们刚刚在那边玩门，刚说猎杀、啊、对不对？我想好了，走吧。鬼二十块，脏水烧过的十字架骨头十块，其他都五块。啊，诅咒之物没用了是不是？诅咒之物赚钱法，果然被发现了。好在乐福。什么叫乐福？你很恶心哎、欸。嗯。拉布拉布啊。对啊。天哪、啊。好该乐福。好啦。关门了，拆完了吗？好了，关了。不然就是Tomato，你玩这几张的时候就只能调低啊，啊你玩别的再调高啊。嗯，估计也只能这样。哇，妹！啊，就差一点。零元。很不意外啊。以前猜错不是还有钱吗？没有啊，怎么会有钱？猜错没有钱哦、喔。对啊，本来就没有钱。那我们选。感谢你特别邀请。那我的指甲剪。哦，我们选不一样的，看谁中好了，有没有？我的指甲剪。我是选42。我选许校。10。
你选学校？没有啦，那你自己就进去玩哦。我选六。我你要、啊、你要、啊。你选六也按准备啊，大大。对啊。我记得我明明就有按了。都好了，再按准备，不是按准备才好。欸、我是我。这座舒适的房子从真者之家变成死灵之家，于是你用你的装备来找点滚混正主。哇，好棒的提示！没有这提示，我绝对不会玩的。祝福你。今天在看皮肤科的时候，看着看着，突然变成好像在看身心科一样。他跟医师聊聊事，聊聊他的网址。哈哈。哇，雨好大！我们到十一点吧。好啊。他头没头快不行啊！我可以到十二点啊。那你开到十二点。八音盒没有开哦。八音盒，不要。嗯，这里。你要玩吗？不要。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玩？我怕一弄就撞鬼。已经开了。好的。我拿大圣弓要走了，不然五头在二楼。解不完那个任务。好。哎呦，1.2，你有带吗？哥，哪里1.2？我白痴哦，没事，收到外面的。我第一次拿大。谁开门？我 B。哎、欸，没了。隔壁这边吧，这间。对啊，应该是厕所、哦，二楼厕所这间，整个都在叫哎、欸，好吵。Are you here？ 嗯、欸，哎有回我嘞，好棒哦，回好快哦。哎呦，哎五哎，五什么？我们在楼上找好了，你上来。你那个五可能是我们丢东西下去的声音。对。他帮你呜。对，那个啦。什么？通灵盒固定会是五啊。哦，通灵盒。啊，我刚才用通灵盒。嗯。你说了上了，他帮你呜呜。哎哎哎。怎么这么黑？为什么没有灯？我能开都帮你开好了。怎么没有灯？在哪里啊？他在哪里回我啊？他在这里回我哎、欸。你不是踩在那个厕所跟房间的中间？对啊，所以他到底在哪里？我不知道。哎呦喂 ！Are you here？Give me a sign. Are you here? 房间。房间多人。你要是打字可以拿下来的、哦。对啊，我刚刚也才发现他可以拿下来。他玩门呢，玩这个门。没有。那我可以把它拿进去了。拿进去干嘛？哇哇，变声音了。房子里。先给你拍。开完了，我加回去了。好的，没有指纹。被放走。那门怎么又被关一半？我关了，我关了，我要找指纹。哦，好的。
点阵。好。点阵。点阵。拍完了，拍满了。可以拍点阵吗？我拍满了、欸。灵球。点阵灵球。红灵。好诶、欸。妖怪。啊！不要跟他讲话，不要跟他讲话，没事。任务有什么？拍照片。拍照。我都想录好评。我们照片，灵异事件。照片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相机嘞？怎么不见了？要拍。我拿上来了。哦。想说，拿上来啊。想说。放哪里、哦？啊！我放在门口哎、欸。雷！楼下门口。帮我们用了。这两个是都可以躲，不行的，干嘛打开？没有，它原本就可以，原本就开了。哦。可以开走廊灯吧？都没用啦、啊，可以拍点阵。哎、欸，哇，走过去了哎、欸！啊，关门。可是你也不知道拍不拍得到啊，因为它满了、啊，隐满了、啊，下一次。这点阵看起来会发呆，可恶！哎、欸，又过来了，不知道，这样有吗？看不到，对啊，可恶，嗯，我们为啥在土耳其开、啊？我要拿合作伙那个啊，实况盟友，我要玩邪教一样。开台灯，哎、嗯欸，他丢你耶哈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干嘛、啊？生气了啦，要把你抓起来丢啊！讲话不是生气吗？对吧、啊？点灯虫，他是不是又走过去？对啊。又走哇！哎，为什么你都看得到？还是你拍？他玩了点阵呢、欸？对啊，点阵啊！刚刚走过来这呢，闪灯。他把台灯关掉、哦？嗯，我关的啊。哦，好的。不出来就是不出来，我们还要见证灵异事件。丢东西没有？没有，还要先行那种才算。他玩了一下杯子。对啊。要走过来？为什么？我的画面也没有调很亮啊。有呢。我在这边拍、嗯。大家玩哪里的门啊？厕所门哦、喔？不是啊。啊哇，他在玩隔壁的门呐、啊！跑去另外一边了。为什么你耳机那么好啊？門啊我是没有啊，我站在这哎、欸，我看到他门打开哎、欸。可是点阵又从、哦、点阵从前那走过去不是吗？对啊。请问理智多少？很高，65、60。见证啊，不然我们直接玩那个啊，八音盒吗？对啊，番茄走。
反正等一下猎杀我们就躲嘛。你去看哪里能躲。衣柜啊。衣柜在二楼呢。啊，他鬼在二楼啊。对啊，我们就直接躲进那个衣柜里面好了。对啊。这边不能躲。还有哪边？没了啊。地下室吗？地下室有个铁柜，好远呢。可以躲、欸。好像可以，好啊。那番茄往地下室冲哦。嗯，可以。那谁？我拍好了。没有手拿、啊，你拿八音盒吗？对啊。这很近哎、欸。哎、欸，番茄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这边这边这边。太近了，孩子们。来喽！唱歌。哇！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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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妈都可以吗？你怎么先烧了？你怎么先烧了？因为我刚刚看到。我烧了一个，我烧了一个，快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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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。关灯哦。关了。我看到他爬着过来的。跑下来。不是他。他还在音乐盒那边，你烧没有用，他会先被音乐盒吸引注意。哦，他在他房间呐、啊。没有，你现在在车上，你当然，你等一下好不好？下次换你来玩，换你唱歌给他听。走路啊。嗯，下来对不对？下楼了呢。对啊。啊，看好近，他开门要关哦。那关地，看开地下室的门。还开地下室的门？对，你走太远了。比如说有狐臭的不能来玩抓鬼。结束了。结束了吗？对啊，结束了哈。结束了。啊！我突然一开门直接撞到他。走喽，走喽，走喽，走喽。那我是不是也太早烧？对啊，就还在楼上的时候。没有，我在地下室的往地下室走的时候，我关门烧啊！灵异事件、鬼魂照片，完美完美完美。Hey. 其实我是第一次玩音乐盒啦，这样音乐盒我们第一次这样子玩啊，不然之前我们前阵不常用啊，现在都在鬼房外玩。走喽，小鱼，关台喽，小鱼。好。啊，完美完美！长大了，长大了，可以靠番茄了。嗯，好喂，哎，行啊，我需要你们啊，真的不行啊，我不行，我也不行啊。我好久没玩了，我突然间觉得好怕哦，跟那个我吓到冒冷汗了，不好意思哦。会怕了哈，啊，好怕哦！好喂，小鱼，走，我们去二楼玩那个。迪罗汉，迪罗汉，好像是你叠在小鱼身上了。迪罗汉，你到底想对我说什么？叠叠了。好啦，今晚就到这边，待会把你们带去岭林那边。对，昨天是要带过去的，就是要先截胡了，然后之后陆续都带过来。好，就这样子，感谢大家今晚收看。明天光遇应该是双开啦，欸，光遇 YT 那边还是有人，所以应该会这样。对，要关了，要关了，先休息。我因为现在主要是要一个月开七天。欸，我现在应该今天是开第五天了，所以妈小鱼丢什么，所以会再开两天看看有没有送什么过我们再来玩邪教养。好，就这样，感谢大家。EIAID。然后干妈的他丢扫没，这低能是不是没有被打过啊？N O E 点
明天有要光吗？有啊有啊，明天会光晕。好啦，就先这样啦，感谢啦，谢谢今晚的收看，谢谢谢谢。那过去要乖哦。